大家好，这是怀俄明州的一个休息区，然后这是洗手间。外面有飘窗，这是洗手间，这是小朋友盛的东西，这是有洗手液、喷水的，这门上面是有这种。拉力的 rest area，这是它的分布图。怀俄明 prison，这是怀俄明的监狱。Rollins。这有鹿啊，有牛仔，有湖，有高山。这是过去的历史，历史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上面有一个监控头，有打高尔夫球啊。这是喷水，这是直饮水，可以在这儿喝水，直饮水呢。这是它的分布，不要吸烟，no smoking。Everybody has needs。怀俄明 maps，这是怀俄明的地图。这是怀俄明，这可以看到怀俄明的全的。怀俄明，find something, use practice。我们现在是在这儿，这是 Rock Spring。Green River，这边是有 Little America，这是 Rollins 上面有 Casper，有夏衍，比较这现在是80号，这是从三藩过来的，三藩西斯卡过来的。走，下堰，往这边走，走丹佛，走到华盛顿 DC 70号，这是它的一个大的，这边是就是皮卡，这旁边就是80号皮卡，然后这边是车。有这种大的公交，大家都纷纷的来到这边。怀俄明，Wendlandes，妈妈 Sarge。这个就是这，然后这旁边是有休息的地方，然后这是。怀俄明的牛仔，大家进了休息区，这都是工程的车。这是一个加州的车，加州出来的也比较多。加州的，这是一个大卡，谢谢，拜拜。